不行，我不同意，好好的离什么婚呢？这孙媳妇儿多好啊！爷爷，我和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。我和她是为了应付您家庭户口。爷爷，不想离婚，感情嘛是可以培养的。放心啊，爷爷不会让你们离婚的啊！爷爷。 他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刚才跟我要多少赔偿，一个亿。什么？没有，爷爷，不是的，我就是不想离婚。撒谎！别吵了，这事我做主，你们两个不准离婚。爷爷，这是我刚刚泡的茶，可香了，你尝尝。爷爷。 我想去霍氏集团上班，一来呢可以跟宇轩培养感情，二来呢我可以熟悉霍氏集团的业务，这样还可以帮衬着宇轩。那好啊，同意。臭小子，你有什么不同意的？听我的，你明天啊就去霍氏上班。谢谢爷爷。哎，你手机信号啊？手机怎么了？刚才摔坏了。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？他不是在这儿吗？难道他是假冒的？